你下班了哈？你挂电话把灯还打啊？，我知影开咖啡厅一直是你的愿望。 这样两百万哦，啊，你要退去开掉。爸，咱若这是你的退休金，你就家己收开就好啦。而且最近厝内底发生这么侪代志，我想要休困一阵嘛，暂时无去想咖啡厅的代志。爸，啊，既然你拢转来啊，跟我转去看嘛。 都已经去离过，去离过啊！那呢？你搁要走啊？王慧，带你妈妈，甲我提出，我们离婚。哪里你嘞？你想要那想的，爸？ 你应该袂答应吧？这三个月以来，咱厝的变化真正有够大。我甲恁妈妈，佮恁玉芳啊，就敢若家里啊同款，一直教，一直教，也教袂出甚物结果。 颠倒是愈教愈害，今仔日所有一切，拢是我造成。当初我为了情，唔甘要放你玉芳阿姨走，我为了婚。 我的心嘛无遐向来离开恁妈，我阁天真卡，我就是会当负起责任，把这两家伙仔照顾甲真好势。结果，我互恁玉芳阿姨的情也无够，互恁妈妈的份也无够，一直到这两个查某人。 对我彻底死心，我才发现讲人讲的征婚，这是有伊的道理。这两日根本就无法度拆开，今仔也安尼，拢是我害的。啊。 我知影你一直拢足尽力咧照顾这个家，要么讲你即马，咱两家你都要放弃吗？林慧，放心，我唔呐对不起你妈妈，我嘛对不起恁正兄弟姊妹，这三十年。 我为着要甲这两个某顾好势，我已经真累嘛，我真正无加迄个气力来照顾恁这兄弟姊妹。你看，就文贤发生遐尔大的代志，我嘛是看电视报道，我才知影。台文清文远无所在通大，啊，连你的咖啡厅。 我比比，要来甲拍掉。爸，阮拢大汉啊，阮有家己的人生，你莫甲所有的责任都担伫你的身躯顶，好无？其实我嘛无资格阁徛伫遮，王慧啊。 你就要好好照顾你妈妈，爸，爸。
哈哈哈哈。